高吃木吃，对吧？干干干，反正我们都直接都全吃。石头拿来，石油三尺刚好，你要这样吗？裴哥还要在家啊？那再帮我一下，你要再来一个，再三尺，好，再做一个。太小，太小，注意。他身材够，跟你好，还差一点点，长相差太多。没事，当兵吗？我们现在兵好不好？三哥，你们现在兵好。阳包。没包，很好。很好。这边站在那边。加油加油。这边下加油。听一下啊，来 ，OK， 轻松啊，轻松哎，地步轻松啊，厉害，轻松哎，你要做哪四个？三十秒，三十秒，一样吗？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十下，大概八个吧，应该给三十秒这样的，屁的，这个。现在不知道是在练黑盾，练何首胜。二头，哦，赞赞赞赞赞！来吧，自由。三，可以可以。两个。滚！还有，来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自己的状况维持。再一个，推推一。哥，你在练二头。好，最后三五个。小猫还好吗？哎，你不练了？你不练了？我三组就完。你刚刚是在练你的二头，还是练剩的胸推啊？哦，我有太用力吗？你不要再刺激他，千万不要跟他说刺激。可以啊。这样几公斤？100了。100哦。对啊。最大激励一下，对吧？好。最大激励啊。哇，跟手正练就是真的可以激发了，基本的嘛，那叫死的，好，两下就好，拼的那种吗？哎，两下太客气了，可以激发一下，他这个是十一，他不是肿哦，有肿哦，肿的感觉，我走了，走吧，你看吃，大家在等我们。走了，走走。哎，要不要推两下再走？推两下嘞，我们这次呢？推不要再推了，好不好？中华队阵容很庞大，有这么多媒体跟我们一起，这是一种展现台湾篮球的实力，好不好，吉恩 ？OK。哎，你好，何章。等会，因为我们的场地呢是轮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训练，接下来是卡达队。这边可以看啊。因为我们刚刚在做重量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全队都在等我们，大家都在游览车上等我们。Let's go。我们就自己找地了，第十分钟。坐车就好了。已经坐车到了，可以去走。哦。好吧，听过玉龙哥，好吧，这次我们台湾团结力量大了哈。哥。Thank you.
师哥，那个房卡只能一张吗？对啊，当然一张。可以下去跟他坐。但别的卡没办法插嘞。对啊，我有试过。对啊，你刚才不行啊，不行不行。我是配合何守正。不行走，我该比这样啊，认真，他超级认真，一定要插绑的。啊，这在收你啊，在收你啊。你看绑啊，他绑鞋带都是肌肉，就是不知道会给。会的，会的。你拿了，好，他没有。你付钱的，你怎么能拿？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要练完球，肿了。还好，超肿的、啊。还好，不要谦虚啊。还好，时候还低调，低调。好，低调，好。一切以低调为主。低调。再会，三哥。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。那当然，一切准备那么久，你看奇怪。后面的兵我们都知道，硬要跑来过。All right。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帮中华队加油！不见他会生气。100 basketball。